孩子遥远的伊甸乐园，那里有神的心愿，看自己心像何样制造人，好成为他的部分。由此我们全凭好能代表他，给我们造了灵得以存壮他，神将永远安置在我心里，渴望寻得他自己。在教会我仿佛回到伊甸，神与人心爱乐观，我看见神神迹建造的蓝图是如何细细不数，同来吃生命树，喜悦又满足，同来喝生命水，全人都相处，逐日变成金子珍珠宝石，做安居的公事。我向往永远的生命之城，曾深信耶路撒冷与神同享美妙婚姻的生活，出自他神迹杰作。我们尽情享受善意生无限，做他团体配偶，将他来彰显，如此活在神迹殿的灵验，直到神满足心愿。